大家好，我是阿贾克斯，农场男团老大。我被伪装者陷害，被先锋们追杀，小弟们死伤惨重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如果你们现在给我长按点赞加关注，等我重回农场王座，分你们一人一个旅馆钥匙。嘿嘿，兄弟们，看我这模仿的阿贾克斯像不像？看这专业的护甲，还有60发弹鼓 BP 弹的 AK74U， 当然还有阿贾克斯专属的带字母的头盔。其实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，但是经过这位粉丝的一提醒，这不就来搞活了吗？不过一个 boss 都不过瘾啊，再来两个吧。军械库老大雷诺伊尔，弹鼓 MK14， 五级甲自闭头，还有北山老大弗雷德，再带个小弟，直接开启首领集结模式了呀。这次我们扮演的是农场老大，那就直接冲农场吧，看看敌人们会不会被我们吓惨。这把出生在了仓库附近，不多说，直接冲别墅。别墅的 AI 或者玩家们，老大们来了，速速离开。这 AI 还想打我，我可是你老大呀，想造反吗？好像并没有玩家啊，那就搜一下吧。身为农场之主的我，给我出个大金不过分吧。内存条，看来假的就是假的呀，倒是还出了一个30000的钥匙，不错不错，走着，该去汽车旅馆了。前面有枪声，这枪声怎么这么密集啊？真人在这儿，直接点射。哎，这声音好像是爆头了，这都能爆头？我说阿贾克斯怎么喜欢用 AK74U 呢？原来带自瞄呀。剩下的玩家也都被雷诺伊尔干掉了，猛啊雷诺哥！看这人什么装备，半改 M870 啊，这装备不行啊，倒是有个大背包。这破 AI 吵也就算了，还敢打我，谁给你的胆子打你老大的？给我倒一下吧你。OK， 继续出旅馆，先顺手解决一个不长眼的 AI。哦吼，里面人这么多的吗？队友说在一楼，先冲到墙壁旁边躲一下敌人扔的雷。队友往后撤了，那我正好来架一手一楼，在这儿直接打。啊，这差点被他干掉了，全身大红呀。还好我技高一筹啊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打药。此时雷诺伊尔干掉了最后一个人，我宣布 boss 三人组还有他们的小弟成功占领了旅馆了。等等等等，还有人。一楼大喷，全国喷死。一楼是个大喷子，继续架一下一楼。不慌不慌，跟着三位兄弟从侧面冲过去。不是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不管了，先舔一波包，找个好用一点的枪。M4 啊，这怎么又是裸枪啊？算了，还是继续用我的 AK74U 吧。又来人了，我去架窗户。哎，完蛋，弗雷德被干掉了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搜个背包拿个弹匣。雷顿伊尔确实猛啊，杀穿了。那还说什么？直接舔包呗。看看这小伙子给我们的保护费有什么？哎呦，这么多子，还有个小金，不错不错，诚意满满。把队友的装备带一下，直接撤离吧。我是在福建。哦吼，这位兄弟是福建人，那烤老鼠这回事应该是假的吧？是吧？真的，真的有烤老鼠。不聊这个了，兄弟们，还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啊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当老大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兄弟们，想不想看我扮演别的老大？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